各位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一起来学习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好，我们学习到信慧菩萨啊，信就是信心的意思，信里面要有智慧啊，这就是信慧菩萨，就是念佛法门的三资粮，心愿行啊。藕益大师在这里有提到六种信啊，第一条就是信自己，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皆有佛性，相信自己能做佛，相信自己皆有如来自信本来具足的啊，所以佛法大海唯心能如啊，信有道为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所以众生皆有自信的如来藏啊，在念佛法门呢，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我这一生念佛一定往生，要持戒，要念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能够成佛，能够做佛，这一生是我最后一生了，来这个世间投胎，不要再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苦海无边呢，无量劫以来我们都是在流浪，在迷下去，没有办法出离六道轮回，所以这一生是我们最后一生了，一定要发决定心，要出离这个生死大事的轮回之苦。最好的方法就是学郭罗匠的方法，是最安全稳当包你能够成就的啊。关键就是在你能不能看得破放得下对这个世间的挂碍牵挂留念，能放得下的话，你已经入郭罗匠的门了。接下来就是心愿之明，决定你能够做得到。所以50岁一定要放下了，没有跟你讲长短的事情啊，没有跟你讲做这个什么条件了，一定要发决定心，绝对不要贪图这个机器身体，绝对不要贪图这个世间娑婆色，一切啊，绝对要放得下，因为这个生死大事可怕恐怖，如果没有发真正的决定心，你错过这一会，那么来生恐怕你没有得到这个人生了。这个轮回很可怕，一转身无量劫以来，我们才有机会得到这个人生。百千难，万劫难遭遇，我们要知道，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所以要对自己要有发决定的心，恳切决心，要真正放下这个娑婆世界，心求极乐。所以相信自己的善根不可思议，我们的善根本来具足，不生不灭，能生万法，善根不可思议，一定成就。也是要相信自己的业力不可思议，还有我们的业力也是不可思议啊！无量劫以来，我们来这个投胎六道轮回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业力做主，业力牵引我们来投胎的，业力牵引我们无量劫以来给他拉到现在没有办法处理，这就是业力不可思议的可怕。所以临命中什么力量做主的呢？无量劫以来我们来投胎的力量就是业力做主，就是不善的念头做主。最重的烦恼就是情欲爱欲淫以心做主，所以我们必须持戒，必须这一生扶住这个严重的烦恼情欲爱欲淫以之心，把它扶住，不让它起作用。用六种观，伦理大道观、因果观、不净观、清观、愿观，还有观佛菩萨来扶助。净土根本界是我们的披红饰铠来打战的，来格物克服这个最严重的烦恼。所以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个爱欲之心做主的话，那么可怕，恐怕临命中我们打输了，因为这个力量非常很强。强过一切，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一个大象一样站得稳，不会给一切的摇动。你看大象稳固坚固啊，站得稳，不会给影响的。这就是最后我们要学习的相向菩萨的精神，要像一个大象一样。稳重啊，入禅定啊，这就是他的表法。所以贪嗔痴不善的念头是恶缘，在这里缘非常重要，缘就是有善有恶。那么我们大部分所接触的就是我们接触恶缘，时时刻刻分分秒秒这个恶缘非常之多，不善的念头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如何把它转过来？
把恶缘转为清净的缘，转为心愿成名的缘。所以这个恶缘都不起作用了。最主要就是要真正能够看得破放得下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要好也好，不好吃亏亏本上当损失破产都好，我们通通都接受，这个是我的命，命由自然有，命无莫强求。既然命无了，我一无所有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好啊，无事好啊，我可以放下，我可以闭关了，不要这个世间了，我可以心愿成名，踏踏实地的安安稳稳的老实念佛，好事吗？所以要懂得转，恶缘不是什么东西来的，只要你能够懂得转的话，那么你就是心愿成名的那个精神出来了。高罗将三年，他在破庙那边没有出半步的门啊，没有出过门啊，三年呢当众没有出过门，就像闭关一样，真的是非常殊胜的缘，没有人打扰，没有人去看他，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境界功夫他做得到了。有没有谈到什么过年过节啊？没有了，真正做到万缘放下了。过年过节什么日子都是梦幻泡影，毕竟空不可得，像梦像幻一样刹那生灭，所以他不在乎这一些。真正修行人真正闭关就是这个了。还有清净心、慈悲心、心愿成名是善缘，创造善的缘。所以临命中是什么缘做主，你要知道。大部分六道轮回的凡夫众生就是不善的念头做主，害到他们再来投胎，再来投胎无量劫以来了，没有办法处理。要到什么时候呢？不知道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所以轮回的非常恐怖。好，接下来信他，他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就是十方诸佛出广长实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他就是阿弥陀佛，他就是一切祖师大德，这就是信他的力量。一切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是劝导我们要相信他们所说的绝对出广长实相。
佛，释迦牟尼佛当初在印度的时候，如果他拉出来他的舌头，整个舌头能盖住他的脸，这代表什么呢？佛所说的是真实话。见到我们潜信潜愿，要相信，要发愿，要持名往生净土啊！每一个诸佛亦复如是啊，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也是劝导一切众生要发愿往生净土啊。在第十七愿诸佛真谈愿也是讲到在这里了。所以每一个祖师大德也是劝导我们一定要相信发愿求生净土，没有别的路了，唯有这条路才是真正安稳安全稳重啊，才能带到我们到彼岸，带到我们真正的解脱了，这才是真正殊胜的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所有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签到，真正劝我们一心一意的远离娑婆，心求极乐，放下身心世界，提起真念。真念是什么呢？心愿持名。这就是他们的心意啊，真正得到解脱。还有信因信果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所以要相信念佛是因啊。现在我们念几句阿弥陀佛种因了，将来呢成阿弥陀佛，果报就是成佛的果报啊。所以这就叫信因。相信这个我们种这个往生之因，绝对果报解脱轮回之苦。所以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要种菩提善因啊，肯念佛，肯发愿，求生净土。要发起我们的恳切之心呢，决定的心，意思就是这个啊，我一定往生，我一定能够到极乐世界，我一定能够把我的自信弥陀念出来啊，善导大师所说的吗？弥陀叫我念弥陀。我们念现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藏菩萨的阿弥陀佛叫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弥陀弥陀继续念，不间断，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是继续念，时时刻刻什么时候都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咒诵。
不夹杂，没有夹杂其他的什么方法，只有一门深入，这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不怀疑我对祖师大德的信心信他，一点怀疑都没有，我决定能够往生。口念弥陀，心想弥陀，嘴巴念又把心里真有阿弥陀佛放在心里面啊。最后呢，原来弥陀念弥陀，念到自信弥陀出来了，原来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是我们的自信阿弥陀佛啊。跟法藏菩萨西方极乐世界的相应啊，一而不二啊，一样的事情，一桩事情来的。法藏菩萨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谁呢？是自己。自信弥陀念出来呢，是谁呢？是自己。说来说去都是一桩事情来的。我就是众生，众生就是我，就是这个了、你能看到，你能听到，你能接触到，都是你自己。我问你，在梦中所现的那个像，你睡觉的时候，不管是善的像还是不善的像，诸位，我问你们，从哪里而来？是从你自己变现出来的这个心，有人给你的吗？有人给你托梦吗？没有啊。你在睡觉梦中的时候见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事，任何一个物，见所有的山河大地，从哪里而来的呢？从你自己变现出来的这个相而已啊。是不是众生是我，我是众生呢、一样的吗？是你自己，不是别人呢。这里很难体悟得到，因为我们还没有证得圣人的境界，我们这样子能够体会一点点，但是我们还没有证如。如果你证如了，你才知道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我自己啊，整个世界都是你自己而已，无妄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能够知道如此，我们对一切人事物真诚心、恭敬心，劝他们心愿成名求生净土，也是劝自己啊，劝他们也是劝自己啊。所以原来弥陀念弥陀，真正把自己的如来本性开发出来了，来接的都是自信阿弥陀。我们回到哪里呢？我们自信极乐世界，自信净土。所以净土其者此方，此方即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呢？在我们心地自信里头本来有啊，不是在外面啊，外面你找不到啊，不是从这里过十万亿诸佛国土有世界名业极乐，那个是方便而说来的，对于众生有分别执着而说来的。不过如果你突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在你的自信里头
本来具足，本来有。整部《无量寿经》所讲的是什么情况呢？是你自信本来具足，本来有的这个净土啊。所以现在我们恍然大悟了，知道了，原来在三次心念所讲的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此方即净土，净土其则方。极乐世界就是在你的心里头，心里头本来有极乐世界，就是这个道理了。我们知道了，所以要外面去找吗？不需要了，你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像老阿公老阿婆，像锅炉匠那个念几句阿弥陀佛，稳稳当当的，像这个像大象一样，像像菩萨一样，站得稳，站得稳固，眼稳重，你就能够成功了。这就是他的理论。接下来信是，是就是理，念佛法门的事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信是信理，理论方法怎么成就，就是在这一部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在这一部无量寿经讲到透彻明白。所以为什么我们中下根性的人必须要听经，必须要讲经，必须要深入经藏呢？没有办法，我们中下根性的人真的是非常难度。简单的话来说，我们就是不老实。老实的人像老阿公老阿婆，听话真干，一点怀疑都没有，一听这句阿弥陀佛真干了，什么都放下了。我们呢？我们还没有。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把事理方法理论真正落实，发出真诚的心，发出真正的信心，对这个法门一点怀疑都没有，深深的信心，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成就。好，所以这个信慧菩萨我们学习到圆满啊，就是劝我们要发起真正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做佛，相信自己能成就，这一生是最后了，没有来生了，来生就是阿惟耶者菩萨了。好，感恩大家，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阿弥陀佛。各位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一起来学习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好，昨天我们学习到心慧菩萨啊，一定要相信自己这一生念佛一定往生，心里面一定要有智慧，这就是心慧菩萨的精神。好，接下来呢就是愿慧菩萨啊，愿就是发愿的意思啊，愿要确，要大，要有力，要强啊，所以
有四种条件。我们愿身西方净土中那个力量一定要大，要恳切之心，要发出我们从我们的清净心里头的恳切之心，发愿求生净土，要有力，要强过一切。为什么讲到要强过一切呢？因为这个愿非常重要啊！真发愿，可以讲这个愿力是 60% 呢，信心 20% 呢，持名 20% 呢，加起来就是 100% 呢，所以你要可知道这个愿力啊，是一切主动的根本啊。一个人如果有发大愿的话，他的信心肯定强，他的持名行动一定强，所以排第一的是发愿。你看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发48大愿，是愿力做主，极乐世界什么成就的？是愿力48愿的成就的世界，愿愿相应，愿愿具足，所以这个愿力不可思议啊！地藏王菩萨发大愿，地不空，誓不成佛啊！这大愿力主宰一切啊！所以愿力强过一切，什么都抵不过它。所以我们的发愿一定要强过一切，我们的发愿就是唯一一条，愿生净土，没有别的发愿，这一生是最后的，没有来生了啊。郭罗匠的发愿你知道吗？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当然郭罗匠菩萨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心求极乐，但是他心恳切真诚求一个圆满快乐无有众苦的地方，他就是求这个，他心恳切发愿啊，这就是他的功夫，三年成就。什么力量推动他呢？愿离开这个苦海的世界推动他，是愿力啊，愿力离开这个娑婆世界推动他，是愿力做主啊。所以为什么郭罗匠能够做到三年在破庙里头没有出过门，
你想想看，那个闭关不得了啊。真正做到万缘放下了，你试一试，不要讲三年吧，三个月，住在破庙，不要出去，不要出门，持名阿弥陀佛，我们做得到吗？所以我们就是要从这一部分开始学习，能不能做到啊？能做到了，你成功了，加上六个月、九个月、三年，保证你往生净土，唯一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为什么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我们能够远离老疫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面对这个老疫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的这个过程，真的是苦不堪言啊。如果没有这个大的愿力，刚强的愿力，平常人抵不过他们啊。这个三种力量来折磨，当人在那个老年的过程时候，真的是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平常有很多念佛人在他的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念佛很好，但是进入老年了，老态龙钟来了，老疫苦痛来了，病疾苦痛来了，他没有办法做主。平常念佛的功夫跑去哪里呢？平常培养心念持名跑去哪里呢？问题就在这里。何况面对临命终，不得了了，那个是八国联军打战的时候啊，恐怖啊，太恐怖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要留在我们老年，要贪图这个世界什么？既然我们在这个世间的缘没有很大，像郭罗匠的缘，没有人理他嘞，一无所有，好事啊！他真正做到无事啊，没有事情啊，没有事情好啊，乖乖的念阿弥陀佛，回家。像我们外面的人也是不太大，好事啊，像郭罗匠一样咯，年龄到了跑路，跑去住在破庙，乖乖的念佛回家，没有缘嘛，没有缘是好事。如果你在这个世间的缘速盛的话，那你完蛋了，障碍你，哇，那个拉你，要出离，那可难哦。所以啊，
元豪啊，必须再来人来去办啊。再来人是什么呢？阿惟耶这菩萨去办啊。我们还没有拿到那个文凭那个境界，我们乖乖的住破庙念佛回家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做的本分就是这个。因为如果你错过这一生，你要几时往生？你要几时往生净土？错过了不懂，无量劫以来可能弥勒菩萨来做佛，你没有遇到啊。真的太可惜了，所以佛要真正把握这一生，是最后一生，不要错过了。真正要看透这个世间，要看透这个肉身，看清楚，看明白，看破放下，绝对不留念。什么留念呢？假的梦幻泡影啊。留念什么？要看清楚啊，绝对要发大愿，愿力要强啊。你的愿力强，你对一切的人事物、物质财产、恩爱眷属、财色名食睡娱乐享受，通通都能够放得下。为什么？你愿力抢救这一切，比不上我的大愿力修身净土的啊。所以愿力一定要拿到真正的基础，强壮啊，像相向菩萨一样大相，稳固稳重啊，一站起来如如不动，这就是大相的愿力。我们要学习的大相就是这个。站在大地稳重稳固，如如不动。所以这个大愿力要强过一切，我这一生一定要往生。方法学习过罗江肯定往生，万年放下。所以随舍等死，我们常学习把英光大师的教义把死字挂在头上，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一生，这一刻是我最后一刻了，没有来刻了，所以把握当下，心愿成名，求生净土啊。所以我们对我们世间的责任一定要安排好，安排妥当了，不要再操心了。该放下一定要放下，不要操心这个世间的贪图娑婆世界，太没有资格了，太没有价值了。所以一定要真正发大愿。一个人临终要断气，你一生所做的是哪一个力量强？是善力还是恶力？临命中有两个力量做主，愿力跟业力。愿力是刚才想的，有些人愿生三道也是一个力量，也是发大愿来的。
那么凡夫呢，他们大部分就是业力做主，业是他们是一生所造成的身口意的行为，不善的念头变现出来的那个力量做主，那个力量很强，不善的念头的力量强，牵着他去投胎。第一相变现出来是他自己不善的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他所看到听到闻到他自己知道而已，所以那个力量拉着他投胎去地狱。畜生道也是一样，是不善的念头变现出来那个相来拉他，强过一切那个力量拉他堕落畜生道。恶鬼相、人道的相、阿修罗、天道亦复如是。那么天道是善的力量强来拉他升天享福，但是这个事情不究竟，福享尽了照样堕落。所以这个六道轮回我们不贪图，我们不留念，我们不要，唯一就是清净的愿力做主，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愿力做主。那么这个愿力变现出来的那个相就是极乐净土，这是阿弥陀佛了。所以这一切都是一切法从心想生的道理，心现心变。所以临命中是哪个力量做主，大部分凡夫就是业力不善的念头力量做主。因为我们天天所困的什么力量啊，是业力做主啊。所以啊，我们在这个世间该做的做好了就好了，该办你的电影的那个责任做好了就做好了，意思就是说该放下就放下了，不干了。成为这个家庭里头成为父亲的，我的扮父亲的演戏已经扮好了，我要扮我自己的事情了。我自己的事情什么呢？回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了。所以这个事情必须要知道，必须要安排好来呀！不要以为不要贪图这个小小的福报的娱乐，我们就要发真正的恳切决定的心，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一定要学习郭罗匠的方法才是最安稳稳当安全，保证你往生净土。跟东林念佛堂123个人一模一样，一住下去永不回来了，保证你往生，123个人通通往生。所以我们决定要发这个恳切愿力强过一切的力量，愿力去极乐世界强肯定往生，所以要强过一切。你不要等到临命中哦，
等到你命中可能没有保证。我们还健康体壮的话，我们可以讲出来，我的愿力是生生世世一定要往生。但是到临命中，面对了八国联军打战的时候，打输了，什么力量受阻呢？业力牵导你继续去投胎，那完蛋了，没有办法救你了。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了，这个是大事嘞，比什么都重要。我跟你讲啊，你什么黄金金山银山都救不了你，你什么恩爱眷属更好的都救不了你，那个是假的，假象救不了。临命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天神，没有一个什么力量都能够救你，没有办法，唯一靠这个心愿成名阿弥陀佛力量才能够救你，你要知道。所以绝对不要等到临命中了，自己安排做主，寿命是我的吗？像印克法师，寿命是我的，既然我还有十年的寿命，我不要，我当下都要往生了，你自己选嘛，要长要短你自己选择，是不是啊？这才是妙，这才是好啊！留在这个世间十年，不懂造什么业都有，不如我现在跟阿弥陀佛走，应可发射的大智慧。我们就是要像应可发射那个精神，真正做到。绝对不要做泥菩萨，自身难保，往生还没有把握，要当做泥菩萨，最好你好好乖乖乖的找一个破庙去那边修行，做郭罗这样的榜样学习最好的呀。很多念佛人都没有想过这些，贪图留念娑婆世界，真的太可惜了。除非你拿到这个往生的把握，像祖师大德一样，你留在这个世间帮助众生弘扬净土法门，还可以了。为什么？祖师大德嘛，再来人啊，没有问题的，你怎么折磨他他都没有问题，他一定是极乐世界的人啊。那我们呢，凡夫俗子，往生还没有拿到消息，你要办什么弘法立身，那个是不是他的本分啊，不是你的本分啊，你的本分就是乖乖的念佛，像郭罗匠一样，这就是你的本分。所以要知道，既然该做我们的本分做好了，够了，放下了，学习郭罗匠了，这就是最安全稳当的路。我非常提倡郭罗匠的方法，每一堂课你都听到，可能听到腻了哈。每一天都是讲到郭罗匠的方法，对，就是要多听。听到这一部《无量寿经》讲完了，我们就安排自己住在破庙了，好不好？一定要好啊！所以
这个一定要真正发大愿往生的人，就是一人无争，以事无求，过随缘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什么呢？过的生活什么呢？一人无争，以事无求啊，一切随缘。真的好的来感恩，不好的来也是感恩，什么都好。我一定要安排自己，这一切都要放下，不管好还是不好，我都要放下。我不要，我要的就是一个破庙，我安心办到在那边就好了。有信徒没有信徒，那看自己的因缘了。有福报的话，那么有一个信徒像锅炉匠一样帮助我煮饭洗衣服，如果没有呢，靠自己了，没有办法，也是自己可以出去买菜，一会儿就回来，回来就继续做功课，可以的，看自己的因缘。但是方法呢，就是这个方法。如果有一个弥陀村可以住的，那更好，那你不必操心这些你自己的生活啊，这个饭菜啊洗衣服啊，你不必操心，那你顾着你的定客住在弥陀村，好好的念佛，很好。那看个人的因缘啊，不必勉强，遇到什么因缘也是能够学习锅炉匠的方法。因地呢，就是闭关老实念佛，就这个啊，所以你不必操心什么因缘来，什么因缘去面对，什么因缘去办啊，绝对不要勉强哦。我要真正锅炉匠的方法，我一定要找一个信徒，如果信徒跑呢怎么办啊？所以啊，那个锅炉匠那个时候真的地贤老和尚的安排，他是也是有很大的福报来的，找了一个信徒能够帮忙他处理他的吃饭还有他的衣服，妥妥当当的。那如果没有呢，靠自己了啊，苦吗？苦好啊啊，真正要你远离这个世界是好事。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随舍因缘，随缘而过生活，一人无争，一事无求，什么都好。过的日子，今天赚了100万，今天赚了100块，今天赚了50块，通通都好，我什么都不在乎这些。我是要安排自己住在破庙来的。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感恩大家，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阿弥陀佛。